每个女神心里都一定有一个婚纱梦，我也不例外。你个战狼怎么会有婚纱梦？像我这种单身狗要结婚，可能但是想成婚纱，那还不简单吗？这里是一家婚纱体验馆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婚纱，就算是男孩子也可以哦。因为这里不提供化妆服务，所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随便搞搞了。好了，化完妆试婚纱去。这套比较好看，我就挑中这套了。Later。妖精魔镜，快告诉我，谁才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哦，当然是你了，我美丽的宰宰公主。天哪，竟然真的是我！哇，人家真的受不了这样的夸赞了。快给我拍照！哦，优雅，真性，迷人。啊！我要发朋友圈。总的来说，环境还算 OK， 不过拍照得靠自己。我这次体验一共花了99，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想体验婚纱的宝贝们，冲呀！张亮、杨国福哪家强？今天仔仔替你尝一尝。大家看一下这两份的价格，张亮跟杨国福，然后杨国福稍微贵那么一丢丢。都说张亮家又不好吃又贵，我跟仔仔作为一个职业钢筋，我必须亲身实验一下。现在两家麻辣烫已经到了，开始测评吧。明显的一个区别，打开就看到我两份都点了油条，然后这份它就是一根，然后杨国福他是给我了两根。好吃，好软的感觉。再来尝尝杨国福的，这个油条就很干，没有沾到任何汁水。张亮家汤比较多一点，汤是漫过所有的菜，但这边的话就是全干了都。杨国福家这个汤汁没有必要这么抠啊，也不要多少钱。张亮家的土豆片，他家呢？杨国福家土豆片呢？靠，老不会给老子偷工减料了？我点了土豆片的，我一片都找不到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是点了土豆片的，难道他煮烂了、煮化了？不可能，土豆片怎么能煮化呢？那就是没有，他给我漏了。张亮的好吃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面就是有点白花花的，这边跟汤汁几乎约等于是混在一块的。我讲真的，整体口感是张亮好，两个菜品差不多，价格差不多，然后最后吃出来的口感的话还是张亮好一点。杨国福家只是量比较多，但是女孩子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是 pick 张亮的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吃过自热火锅，霸扯，自热界可不止火锅哦。爱自热煲仔饭，你是不是要煲自己？我说的是，说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连臭豆腐都有自热产品。哇哦，哦，好烫好烫。这个还可以，正常年糕仍然糯糯的味道，但我感觉没有街边的好吃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街边的铁板年糕？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路边摊，一块肉都没有，很普通啊。那太亏了吧？不能说它难吃，它好吃也是好吃的，但跟路边摊没得比。然后这个价格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很不划算。啊、哦，好香啊！太香了，臭死了。臭啊！我觉得很香啊，很好吃的。太香了，臭的要死啊！真的很香的，你信我，你尝尝，你尝尝。不要，真的贼香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前也吃不下了，我吃完一次就真的变香，直接变香。来，第一口是粉丝的啊，哎，吃不到，嘿嘿。What the fuck？ 这个还很挺好吃。怎么说呢，中规中矩，跟其他的自热火锅没什么区别，把肉换成了臭豆腐，不凉换肉吗？这不是，你尝尝。这几个里面只有螺蛳粉最好吃，年糕跟烧烤都还行，就是烧烤太贵了，然后这个螺蛳粉真的是绝。你是没有吃的，你来尝尝。来来来，好，不要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不要，尝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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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火鸡面爱好者，但是火鸡面真的很辣。于是作为宇宙超级无敌充满才华的美少女，我自创了一套火鸡面完美吃法。火鸡面怎么做才好吃？取出为了分尸，呸，为了美白特地囤的奶。一个火腿，好吃了。以前这火鸡面味里面总是有一种灼烧感，但是因为今天加了牛奶，味道就刚刚好，还有一丝丝的甜味。火鸡面里面充满了奶味，太赞了。而且可能是因为黄油煎的那种香味很不一样。你也太能喝了吧，这么一小腿五瓶都给你喝光了。关你屁事，都说吃啥补啥，我作为全公司唯一的希望，当然得多喝牛奶补充营养了。我是仔仔，没有我整不了的东西。
带我去。今天我们吃菠萝火锅。看你就是个菠萝，又鸡婆又啰嗦。滚！吃点柠檬汁儿。好痛，好甜啊！肉它是肉的口感没错，但是它这个肉里面没有咸味，就只有甜味和酸味。现在我们来蘸一下这个干碟。果然盐是五味之首，有了盐，口感瞬间就增加了不少。一般般嘛，这个菠萝火锅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，而且我觉得挺麻烦的。那也不如直接用火锅煮菠萝了。一听就傻子才用的吃法好吗？这个如果和着老爷愿意点，小心的话，偶尔来一次傻子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嗯，好吃的就是酸酸甜甜的。加热过的菠萝甜味变得更重了，而且火锅之后就是一点都不涩口，然后带着一点轻微的咸味。嗯，果然万物皆可涮火锅，下次把所有水果都涮一遍。那就涮个榴莲。你们知道一套完整的 cos 需要花多少钱吗？最近我综合小伙伴的意见，决定 cos 一次瑶，因为瑶妹的眼睛是红色的，所以我还特地给她买了一副红色的美瞳。配谢灵远吗？这一套衣服就整个加起来是600多，然后这个是30，这个美瞳还是挺便宜的。其实贵的是这个服装，假发是100多，这个是40多，这个40多。我们现在联系一下这家汉服店，看他能不能给我的妆容稍微画的夸张那么一丢丢，然后给我们拍个照。哇，热死我了！先进去换一下衣服。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就像个沙和尚？完整一整套 cos 的流程，一共花了我600多加200多，应该1000不到吧？我觉得吃了就。可恶！明明早就准备过了，是我的钱包钱。还好昨天发了工资，赶紧把海岛区盲盒买来。只要开出隐藏款美人鱼，就把它送给评论区点赞最多的宝宝。我开不出。如果开不出，今天的盲盒钱还我。橘色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是草裙精灵啊，这配色这项链我也太喜欢了。是萤火虫宝宝啊，还有一个透明的小瓶子，是 monkey， 又可以乘凉，又可以吃香蕉。这个总该是隐藏款了吧？是鼓手，哎，是鼓手封面上这个，看到鼓手一身血赚呀。是泳圈宝宝，好少女啊。啊，是小海豚。尼莫也太可爱了吧，还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个小泳圈。你这么久还没出隐藏，我觉得选了。你今天盲盒钱啥时候还我？还有两个嘛，肯定能开出隐藏款吧。是菠萝宝宝。完了完了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今天不会真的开不出隐藏款了吧？等等，最后一个了，你可以先闭上眼吹一口仙气。是你的吗？一定要是隐藏款，一定一定。最后一个，但我还是开到了。喂，你那确定是有隐藏款对吧？好，我出10倍买。